这个世界永远只有你自己一个，你望不到其他人的。我只是想要你正常的反应，有那么难吗？那为什么表弟又不在这里住的？不要再碰我，你是不是想再来过？他们现在之所以相安无事，就是因为我不在这里。我都想走啊！我要离婚，我想你搬翻翻嚟住。冇可能，我要佢一世都记住，佢做错嘢唔可以当冇事发生过。你而家咪真系好逃避现实咯？喂，有几多个人喺度，咪几多个人一起食咯？